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39面，139面，倒数第四行。从当中看起，从三乘这看起。三乘者，乘者，车也。四教以接住也。乘，以运在为意，运出三界，归于涅槃。我们一段一段来解释啊。经文这一句是善利方便显示三乘，善利方便呢，我们学过了啊。现在来看三乘，乘读古音呢念圣，现在呢都念乘了，怎么也就念乘啊？那念圣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也许有人说我们念错了，是吧？随俗，乘就是车啊。四教以集注。里面有这样一句解释啊，乘呢，这车嘛，车是以运载为意啊，在此地取这个意思，运出三界归于涅槃，所以佛法了用乘来做比喻，像车一样，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超出三界，就好像我们乘车啊，能够远行啊，取这个意思。这个三界呢，就是六道轮回啊。说三界呢，说六道意思完全相同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六层天啊，他化自在天以下啊，有六层天，包括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魔鬼、地狱，这一些都是属于欲界啊，因为他们没有离开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啊，所以称之为欲界。欲界呢，越往上去，这个五欲越淡薄；越往下面去，就越严重。那么，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了解了，我们就晓得，要想超越这个五欲六尘，一定要放下啊！财色名食睡，这叫五欲。六尘呢，六根接触的对象啊，眼耳鼻舌身意叫六根啊。接触的对象呢，是色身香味触法啊，意念头意对发尘。这些东西都要淡薄，越淡薄越好啊！真正能放下，就超越欲界了啊！到哪里去呢？到色界啊！诸位要晓得，色界有十八层天，那这天人
色界天人呢，欲并没有断，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他为什么没有欲呢？他有定功啊。他在入定的时候，定功啊，能把五欲六尘呢扶住啊，所以他叫扶断，不是灭断啊。但是它有色，啊，那再往上去呢，叫无色界天，啊，这个是六道里面最高层次的，啊，无色界连这个肉身都没有了，啊，色是指物质的身体以及物质现象。那么由此可知，在无色界四层天里面，只有精神现象存在，而没有物质。啊，没有物质的肉身，也没有物质的一些建筑。啊，你都看不到了。啊，那我们一般呢，称它做灵界。它的灵存在。啊，这是高级凡夫。啊，无色界天虽然不错，但是没有超越三界，就是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无色界天是好，那个里面几乎等于涅槃啊，涅槃是不生不灭啊，它等于涅槃，不是真的涅槃。色界天人，这讲四禅八定啊，他达到最高境界，把无色界天的误会认为那就是涅槃，啊，无色界天还是有寿命，寿命最长的八万大劫，这个时间是正常啊。大劫，一个大劫呢，是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啊，可见这个世界无常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大劫，沉住坏空八万次，你想这个时间多长？虽然长呢，毕竟有一天他会到了，啊，到这一天他定功会失掉，定功一失掉呢，烦恼就现前，啊，头一个错误的念头，啊，他误认为这个是不生不灭了，怎么又有生灭了？啊，这就会毁谤圣贤，啊，圣贤人告诉他。涅槃是不生不灭的，他现在定功失掉了，啊，烦恼现行，以为这些圣贤人是欺骗他们，这个念头对圣贤大不敬啊！啊，对老师。对圣贤大不敬，跟对父母不孝啊，这个罪孽是同一个等级，最严重的罪业了。啊，人要不孝父母，不尊重圣贤，他的果报在阿鼻地狱。所以你看，爬得最高。啊，爬到飞翔天，跌得也最重，一个跟头栽下来呀，到阿鼻地狱去了，求人生都得不到。啊，这一段事情，佛在经典里面讲的很多，也讲的很清楚。啊，用意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佛。我们要求生西方净土，啊，
不要求天道。啊，天道到最高的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28层天呢不能解决问题。啊，何况是欲界。一般人升天呢，绝大多数的都是升四王天、忉利天。为什么呢？情执欲望没断了。啊，比我们一般人呢稍微好一点，淡薄一点。啊，他没断。啊，所以往上去非常困难。啊，这是三界的意思。啊，运出三界。依照佛法修行，可以超越三界，归于涅槃。啊，小的涅槃，啊，不是真正涅槃。啊，相似的涅槃，阿罗汉所证的，超越三界就证得了。啊，这个我们前后都会，还都会讲到啊。下面我们再看，接着看底下，又欲如运在工具啊，使人乘之各道其果地，发华以羊、鹿、牛。之三尺，欲小中大三尘。啊，小者声闻尘，中者缘觉尘，大者菩萨尘。这一段呢，比四教仪讲的要清楚。啊，是《法华经》里说的啊，《法华经》讲三乘，讲三车，车就是乘的意思啊，讲三车啊，羊车、鹿车、牛车啊，这古时候。羊车很小，只能拉一个人。啊，鹿车呢比较大一点，可以坐两个人。啊，牛车就很大了。啊，大概可以坐5、6个人。啊，实际上啊，这个《法华经》上讲的大白牛车。啊，那个大白牛车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马车。啊，现在这些交通工具没有了，啊，由汽车代替了。啊，古时候，啊，不要说很古，我这个年龄，啊，小时候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坐马车。啊，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坐马车，小学生一个马车可以坐14、15个人。啊，坐14、15个人。嗯。啊，那么这是以这个比喻啊，能够承载多少人啊，说它是大中小。那么小车呢，比喻声闻，啊，声闻是阿罗汉，啊，阿罗汉叫小乘，啊，小乘人呢，只求自度，没有发心呢帮助别人，啊，中乘呢是圆觉，辟支佛，啊，他比阿罗汉聪明，啊，但是心量呢？都不太大，啊，不是没有慈悲心，
慈悲心不大，你去找他，他要喜欢你，他就会教你，跟他有缘，他不喜欢你，他就不理你。这个是声闻缘觉，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你不去找他，他主动来教你。他没有分别心，没有好恶的心。所以菩萨称为大乘。法华譬喻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如来有无量智慧，令无所谓，诸法之藏，能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这个大乘就是指一佛乘，但不尽能受。但是佛虽然是很慈悲呀，但是这个一乘法是成佛的方法，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接受的。舍利弗，这个话对舍利弗说的，是一世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于一佛乘分别说三。这三乘的由来，佛心平等呐，佛愿弘生呐，佛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大乘教里面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帮助众生，一定叫他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啊，就成佛了。他本来是佛嘛。迷失了自信，回不去了。想回去也没那么简单，也回不去了。这是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人间、欲界天，没想到回去。可是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呢，他们是真的想回去。想回去也回不去。何况欲界这些凡夫。所以佛不得已。不得已的时候，把一乘一佛乘呢分别三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上提升。就好比办学校一样，老师父母都希望学生个个都拿到博士学位。这是佛的心啊。可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拿到呢？不是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于是学校再设三个学位。有学士，有硕士，有博士。这就好比是三乘。前面这几句话，说如来呀，就实际上就说自己。如来有无量智慧。你看，他没有说佛，没有说诸佛有无量智慧，他说如来。这个大乘经上说诸佛，多半从相上讲的；要说如来呢，都从性上说的。
佛在华严上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讲的是如来啊，不是说的是佛啊，这说如来从自性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既有佛性呢，当然可以作佛啊，佛性里头有无量智慧啊，有无量的力啊，力是什么呢？能力，我们今天讲才艺，有无量的才艺啊，你有能力啊，在佛经上说诸佛如来有十种能力，十是代表圆满，不是数目字啊，真的是无所不知是智慧，无所不能就是实力，实力是代表无所不能啊，他们也做不到的啊，无所谓也，四种无所谓啊，诸法之藏能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这佛有这个能力 啊，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在一生的证得究竟的佛果。从理论上来讲，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一念之间呢？啊，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一念迷呢，你就是凡夫了。这个话是完全讲的真话。啊，这个一念是什么念？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念，那个里头的一念，只要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啊，那不觉就没办法了在本经经题上也显示了三乘啊，你看经题在修音上他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是小乘，这个小乘包括圆觉，平等是大乘，是菩萨，后面那个觉字那是一乘，那是成佛了啊，所以这一部经也是世尊的为一切众生显示三乘的 啊，我们修学如果在这一生当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问题解决了，那就成佛了。如果到不了这个境界，随分的修学，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39品啊，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所办的学校
啊，什么学校呢？凡夫成佛的学校，保证你成佛，这个太难得了。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也能往生。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一品烦恼都没断了。啊，烦恼真的断几品了，比如说见思烦恼，啊，最粗的也是最重的。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前面讲的很多。这个五种见惑，总共有88品。这88品见惑断尽了，小乘须得还。啊，小乘出果。这样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不再凡圣同居土。啊，为什么？他不是凡夫了。在我们这个时间来讲，他是圣人。啊，他是小小圣人。他不是凡夫。小小圣人，虽然位置很低，比我们六道凡夫高明太多了。啊，他证得出果之后，他有能力在六道轮回里头，天上人间7次往返，他决定不堕三恶道，这他保证了。啊，也只有7次，没有第8次。7次决定超越三界六道，证阿罗汉果了。啊，这样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他不再凡圣同居土。啊，这小乘啊，在这个地方修到小乘的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土。如果在我们这个地方修行达到菩萨的境界，啊，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他就不是生方便有余土了，他生10报庄严土。啊，跟一般诸佛如来净土里面这个10报土化身菩萨这个地位是平等的。啊，这些人在中国佛教里头，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类的人，在教下讲呢，大开圆解。啊，在我们净土宗里头讲的，理一心不乱，啊，正的理一心不乱，38度。到达极乐世界就证常寂光啊。啊，常寂光是圆满的回归自性。佛的本愿确实是希望我们呢，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能够圆成佛道。啊，凡夫一生圆成佛道，只有这一个法门，
佛法讲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你都不可能在一生成就啊，只有啊念佛往生这个法门啊，它是真的一生成就啊。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既遇到了一定要珍惜，要把它抓紧啊，千万不能够啊轻易放过了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法门遇到就像古大德所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前清彭基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说这个法门啊，无量劫稀有难逢，你这一生遇到了啊，你能够把它抓到了，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啊。这句话是善道大师说的啊，这不是假话啊。可是学佛无论学哪个法门，总而言之呢，一定要懂得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凡是带不去的都得放下啊。我们想一想，人死了什么能带去你的财产带不去，你的亲情带不去，啊，你的爵位带不去，包括连你的身体也带不去。这个地方要清楚啊，带不去的要放下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带得去的你就在那上下功夫，德行带得去啊，所以功德能带得去啊。持戒有功，三昧是德啊，三昧是禅定，禅定是功，开智慧是德了，这个可以带得去啊。反过来呢，你造的那些罪业也能带去啊。如果带的是一身罪业，来生到三恶道去了啊，你这一生做了很多好事，这个也能带得去。这好事来生升天呢啊，都不如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啊，念佛能带得去啊，念佛能往生净土啊啊。所以要常常想到啊，哎，能带得去怎么认真努力去干啊。
学习经教帮助我们开悟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学习无量寿经，对西方极乐世界增长认知啊，真正认清楚认明白，我们的信心才会坚定啊，愿心不退也啊，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下面我们再看呢，方便啊，善利方便，法华文具云：方便者门也，这是做比喻，为真实作门，真实得显呢，功有方便。啊，依此时则小乘未入大乘之门，故谓之方便教啊。又三乘为通于一乘，故亦名方便教。以上经论正显善利方便显示三乘之旨。啊，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很恰当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啊，最妙的方法。佛法里面常用善巧，善巧就是方便啊，所以方便就不是一定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那随它变化无穷。这个善用方便呢，那是智慧，没有智慧它就不会用啊。有智慧的人，佛是圆满智慧也啊，说如来是有无量智慧也，所以他的方便门呢，也就无量无边了啊，无量的方便。把方便比喻作门，门是能入的意思啊。为什么？为真实作门。真实就是宗门所讲的明心见性，这是真实啊，真不是假的。实则不虚啊。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就不是真实啊，真实那不是虚妄啊！啊，真实呢？真实是自信，只有这个是真实的。宇宙是它变现的，万法也是它变现的，所以自信能生能现。啊，它是真的，所生所现不是真的啊。其实所生所现呢，刹那生灭，叫刹那不住啊。啊，佛经上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啊，刹那不住啊，就是刹那生灭，它不是真的啊。唯独自性啊，不生不灭，所以
古印度话呢，就是梵语称之为涅槃。啊，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真实的意思。真实的行啊，你体会得了，你证得了啊，这个功是有方便啊，这个功夫是方便，方便有功啊，真实就得现了啊。你要不从方便门呢，那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啊，那么依这个解释，这下面就说了，小乘是为入大乘之门。啊，这是方便法了。佛当年在世，接受禁居天人的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啊，就是请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接受了，啊，接受之后就开始教学。首先，这是有缘人呐，他离开家庭出去参学。啊，父母对他很关心，派了五个人去照顾他。啊，这五个人住在鹿野园，佛开悟之后了，啊，离开菩提树，到鹿野园去找这五个人，把这五个人找到了，给他说四谛。啊，讲苦集灭道，啊，四个人听了，乔成如尊者觉悟了，啊，证了四果罗汉，那根性不一样了，要五个人根性不一样啊，有证初果的，有证二果。唯独乔成儒他证四果。啊，证四果也就是见思烦恼统统放下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执着。于事处事法都不执着了。的清净心。我们这个经体上的清净，他得清净心，成阿罗汉了，啊，方便法，再帮助他的平等心，最后帮助他大彻大悟，啊，你看，这都是说明用方便引导他得行真实啊，所以这方便教三乘、小乘、中乘、菩萨乘，最后都是达到一乘，所以这个三乘教也就都称之为方便教了。啊，黄念老举出经论里面这些说法，啊，
后面做了个结论，说以上见论啊，所以揭露在此地，真行善利方便，行是三乘之智啊，智是宗旨，宗旨是主要的目标，是在一乘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就是佛教化众生啊，一生所行的全是方便教，终极的目标都是帮助你成佛以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为教学终极的目标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无尽的慈悲啊，帮助我们不是帮助我们到一个阶段为止啊，他一直要帮助我们达到究竟圆满。以上这是第七项转法轮啊，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是八项成道啊，最后的一个现象，入涅槃。于此中下了而现灭度，这个灭度就是涅槃。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中下居位极沙藏本于高丽藏本啊，这是于此中下这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来源啊，是根据康僧铠的译本啊，吉沙藏宋朝的版本与高丽藏本呢都有中下这两个字啊，于此中下下面有解释什么叫中下，二心涅槃先灭度，换一句话说，他没有说上，没有说上上。啊，为什么呢？上上根人呢，知道，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先般涅槃呢？没有。啊，中下根性呢，看到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啊。此是八相成道中之第八般涅槃相啊，就释迦牟尼佛入灭的相，涅槃，这是梵语啊，印度话，就以为灭度，心以为缘起啊，这个心就。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要懂得啊，就以是玄奘大师以前古大德翻译的啊，把涅槃呢翻作灭度啊，意思也很好，灭是什么呢？灭烦恼，度是度生死啊，度轮回，灭见思烦恼，度实际上超越了，超越三界六道
灭尘沙烦恼，灭无明烦恼，超越十法界了。啊，你才能够这个度，就是也到达了啊，到达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就灭是这个意思啊，灭烦恼，灭这三种烦恼：见思、尘沙、无明。心仪是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以后翻译的经都叫心仪，把涅槃这两个字翻成圆寂，这个翻得很好，圆是圆满，寂是清净寂灭，啊，是这个意思。嗯，啊，它底下有啊。灭度者，灭生死之因果，度生死之破流。啊，这个破流是比喻，啊，好像是大浪、大风、大浪啊这种境界。这讲六道生死。涅槃经云：灭诸烦恼啊，名为涅槃；立诸有者，乃为涅槃。这个跟刚才说的意思都差不多。灭诸烦恼，就是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是灭的意思，涅槃的意思啊。立就是度的意思，立住有，这个住有就是三界、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有什么呢？有因有果啊。你有欲界的因，就会有欲界的果报；你有色界的因呢，你就有色界的果报。啊，有无色界的因，那就有无色界的果报。啊，所以果从果上下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果报现前了，一定要从因上来解决。啊，因心没有了，果报就不现了。啊，果就灭掉了，因为三界六道啊，是幻象，不是真的啊！古大德把它比喻梦幻泡影啊。永嘉大师《正道歌》上就说得很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六觉六道轮回，觉后空空无大千啊！你觉悟了，就好像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啊，梦境就没有。啊，如果真的觉悟了，把见思烦恼放下，真觉悟了，六道就不见了。啊，六道不见，出现一个什么境界呢？出现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是净土。啊，四圣是净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嗯，这个这还不是究竟啊？为什么呢？你还没有办法脱离
脱离六道了，设法界后上面的四种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你没办法离开啊，所以还得放下啊，再把分别放下了，你才能提升，从声闻缘觉提升到菩萨啊，从菩萨再提升到佛啊，到佛呢一定要把无明放下啊，无明烦恼放下啊，无明一放下呢，这才能够脱离十法界啊，十法界也没有了，所以十法界也不是真的啊，所以六道呢真的是梦中之梦啊，脱离设法界了，一真法界现前了啊，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了啊，回归到一真了 啊。可是这个地方的一真，在华严经上说还有41个位次啊，这41个位次从哪里来的？无明烦恼断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再也不会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啊，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等级啊，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平等的境界现前啊。起心动念就不平等，就不平等了啊，真平等现前。为什么佛还说41个阶级？清凉大师在苏超，也就是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些说佛也可以，说化身菩萨也可以，他们无始无明虽然断了，习气还在呀！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这41个阶级是无始无明习气有厚薄不一样，刚刚破无明烦恼的当然习气比较重一点啊，很久以前这个起心动念放下了，他的习气就薄一点啊，是从习气厚薄上所说的啊，这习气厚薄与自己修行或者是度他有没有关系呢？给诸位说，没有关系了，毫无障碍。所以在华严经上，初住菩萨他的智慧德相跟究竟果位的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初住就成佛了，就像普门品里面呢描绘的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他能够随类现身啊，《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智慧啊，德相啊，圆满的显示出来。
啊，请梁帮助我们把这个疑问化解了。啊，化解对我们修学呢来说呢，突破了一重障碍。啊，这样立住有也是涅槃的意思啊，所以它有灭有度的两个意思。又娴熟心经六素，华严宗娴熟大师啊，是清凉的老师，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啊，他有心经的注解啊，叫六素，这个里面也讲到是涅槃。慈云缘起啊，这是新翻的啊，翻成缘起。为得无不备成缘，障无不净缘起啊，这把两个字给我们一个标准的解释。缘是什么呢？智慧的相，也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啊，如来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具足，没有一丝毫欠缺，这叫得无不备，这是圆的意思，圆满的意思，没欠缺。啊，极呢，极是讲障，啊，障是烦恼，也就是讲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尽了。啊，或者大乘教里面常说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断尽，这叫极。极是从断德上说的。啊，这是云极两个字的意思。又真解曰，真解是日本人啊，日本的法师在中国留学，亲近智者大师，亲近善导大师啊，以后回到日本去之后，把大乘佛教兴旺起来，就是他们这些人啊，这是无量寿经的注解里面呢，有这么几句话，说一重法界得被横杀了，圆的意思啊，这也说得很好啊，意是意是理啊，也就是讲的智慧的相。通遍法界，遍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只有正得究竟的人，他知道。佛法里面说为正方知啊，啊，这些诸佛如来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
那我们要问，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我是不是一体呢？给诸位说是，跟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体，跟任何一物也是一体。啊，虽然是一体，你现在不承认呢，也就是你没有证实它，这个证实证实证明。那你为什么不能证实呢？因为你有烦恼，你有习气，你有障碍，这个障碍呢，佛家讲两种，两大类，一个烦恼障啊，一个所知障，有这个东西障碍住，你不能证得。那这二种障碍如果都除掉了，你就证得了。恍然大悟啊！真的是一不是二啊！贤首过世，他有一篇论文啊，在佛教界非常有名的，叫《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这篇论文不长，就讲这桩事情啊，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一切万法究竟怎么回事情啊，特别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祈求真心，妙觉相类为己。祈是离体啊，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物的本体，也可以把它解释到我们能够体会到啊，体会到，体会到真性啊，体就是真性，真性就是体。心经上讲的几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是真心，色就是体，它是一，它不是二。啊，相有体空啊，体空叫真空，这个空不是当没有讲，我们现在一般人讲以为空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空什么都有，就很难懂啊。那相有呢，有即非有，真空不空啊，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这是寂的意思啊，圆寂啊，啊，进入这个境界了，你得大自在了啊，妙觉，这两个字就是方便呐、善巧方便呐。你在生活当中得大自在了啊，得真正的乐了。为什么呢？你没有累，累是我们今天讲压力、烦恼、忧虑、牵挂都在这个累子上，你全都没有了啊，你在一切境缘当中
得大自在。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在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得大自在。啊，这即的意思。先生过世这个说得好。啊，这个真解里头。说上至经论。啊，上面。经是佛说的。啊，这个论是祖师大德他们做的。啊，上至经论。表法身大师。专治佛国，不住毁灭，但为饶以中下二乘，善巧方便而示现入灭之相。这把中下两个字说出来了。啊，下是什么？小乘。啊，忠诚跟小诚为他们实现的。啊，上上成人，大成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释迦牟尼佛在演戏给他们看的，他们不知道，以为释迦牟尼佛真的灭度了。这个地方我们要学的，我们要学法身大师专治佛果，不住毁灭。啊，毁灭是什么意思呢？毁身灭智，这小乘人啊，在佛门里面，神识离开身体了。我们是人死了，死了用火葬，火化，这就是毁灭。啊，小乘经里面常讲毁身灭智。啊，这个身体烧掉了，毁身。啊，对于一切万法没有求取之心，这叫灭智。啊，毁身灭智。化身菩萨他不做这个事情，他专治佛尘。佛尘就是一佛尘。在佛门里面称为一乘教，啊，一乘教是对谁说的呢？对上上根人讲的，啊，不是对大乘，啊，大中小的是三乘，那是方便法，一乘是究竟，啊，究竟之果啊。这叫一乘啊，那么一乘经，古来祖师大德啊公认的有三部成佛的经典，叫一乘经：华严、法华、梵王。啊，华严跟法华。传到中国来了，梵王经只有一品，啊，没有完全到中国来，只有一品。啊，菩萨心地戒品，啊，可是
我们所读的这一本《大乘无量寿经》，古大德呢也把这一部经判如一乘啊？为什么呢？华严法华到最后的究竟圆满，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华严经才圆满了。那这部经专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也就是说华严法华到最后的归宿是无量寿，所以这个经呢变成一乘经里面的一乘经了。这个说法正确啊！所以在前清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最后的这一句，就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一章，从华严经里面特别提出来，复印在净土三经后面，号称净土四经。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他这样做对吗？对，有理由啊！你看看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下莲居老居士会记的，我们现在念的这一部分是德尊普贤第二，我们于是就知道了，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世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修什么？通通修普贤法门。啊，我们在经典里面也读过。啊，经典上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法，就不能够圆成佛道。啊，所以普贤法是任何一个菩萨都必须要学习的，他才能成佛。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啊，极乐世界完全是修普贤行的。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呢，也就跟华严经平等了。啊，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就说过，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他说出这个话，换一句话说，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啊，还有个佛说阿弥陀经，那是小本华严。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啊，把这三部经等量齐观，啊，完全摆平等了。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这部经的分量啊。啊，往后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啊，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对于历史非常重视。
啊，跟印度人不一样。啊，印度人确实不重视历史。啊，他们重视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世世代代的相传。啊，可是在中国，古圣先贤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生，相当中国啊，周朝时候，昭王周昭王24年驾崩，释迦牟尼佛出生。释迦牟尼佛过世是在周穆王53年，要照这个算法，释迦牟尼佛圆寂到今天是3037年，这中国人记载的啊，跟外国人记载的不一样。那么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这2000年去了。佛法传到中国是相法时期来的，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灭度1000年，佛法传到中国在相法啊，末法呢10000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第二个1000年呢过了37年，时间还很长啊，所以其他很多宗教讲世界末日，佛教没有这个，没有末日之说啊。释迦牟尼佛法运后面将近9000年的，这第二个1000年才过37年的啊。那么法运，佛教有兴有衰。这是正常现象，有兴有衰，不会灭的。啊，到什么时候会灭呢？9000年以后，佛法才会灭，才会灭，在这个世间灭掉了。那么最后灭的一部经，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灭掉之后，那还剩下“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留在人间，又还多留100年。啊，我们了解这个事实，对我们学佛的信心会增长。啊，这个世间有没有灾难呢？肯定有。啊，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是这个地区的居民不善的心行所感得的，像太上感应篇所说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那福怎么招来的呢？这个地方居民心地善良，行为善良，福就来了啊，灾消福来了。如果这个地方的居民心行不善，违背了伦理道德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来说呢，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我们的思想违背了，我们的言行违背了，那就福就没有了，福消掉了，祸就来了，灾难就来了，就这么个道理啊。
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跟这四科啊，这四个科目、相应啊，也就是我们认真去学习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那就灾就消掉了，福就来了，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很深呐、非常难得。这近代外国些科学家、量子物理学家了，把这一桩事情证实了。啊，他们说，心态能改变一切，包括环境，跟佛说的一样啊。佛在3000年前说的，这是现代才发现。啊，他说得好，啊，这桩事情如果能普遍啊，大家普遍都知道了。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我们有能力把它化解，有能力把它恢复正常，啊，不正常的都能恢复正常。啊，所以我们也在劝导这些科学家研究佛学。啊，他们如果来研究，肯定让这个科学会大幅度的提升。啊，我们要有信心。我常常讲，经常有三句话，啊，不能不记住。第一句话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就是近代啊，这个量子力学家讲，意念主宰一切。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叫祸福无门。你自己怎么想，你想的是善，善就来了，你想的不善，灾祸就来了。啊，不是有个主宰啊，自己主宰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啊，另外两句话非常现实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彻底了解，我们心安理得了，道理明白了，啊，你在这环境里的心是定的，是安的，啊，你不会被外头境界所动摇。啊，知道相由心生，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状态，只要心好，只要念头好，我们的行为好，你一生不会生病的。你年岁再大不会衰老啊。这相由心生。啊，如果意念不善，里面充满了贪嗔痴，啊，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是病根呐、啊，这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啊，一定要把这些念头转过来，啊，念头转过来了，身心健康，啊，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啊，社会祥和，连居住的地球灾难都能化解，这有大道理在啊。啊，所以这法身大师专治佛果啊，我们的志向，我们的愿
要用的转。我们这一生求什么？求佛。啊，学佛就是要成佛。啊，怎么成佛？释迦牟尼佛样子已经做出来了，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就能达到他那样的效果。啊，不住毁灭的，跟小乘不一样啊。灰身灭智消极啊，释迦牟尼佛实现这个相是为什么呢？扰夷中下而成啊。为什么说这个是说这个是扰夷啊？下面有说明有解释啊，这是善巧方便，而视现入灭之相不是真的啊。这下面解释，如法华受量品喻，若佛久住于世，不得之人不种善根，贫穷下贱，贪着无欲，若于意想妄见妄中。这是什么呢？佛要是久住世间，真的不得之人呢，不种善根。为什么呢？佛常住不要紧啦，今天过了还有明天啦，今年过了还有明年啦，今年不学没关系，明年再学嘛，反正佛在嘛，佛也不在了，这着急了，不能不真干呐。一般人心里都有这个缺陷啊，摆在我们面前的例子，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我比别人就认真。为什么呢？我不是台中人，我到台中来是学习的，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住在台中的同学啊，老师在那边不走嘛，哎，他们就懈怠，他们用功没有我那么勤啊，因为我知道我随时要走路的啊，能有一天的时间认真努力好好学一天，他们不是这个想法。老师常住在这里啊，还有明天，还有明年，后头日子长得很，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我在那里学成了，他们没学成，原因就是这个结果所说的。啊，所以佛对于这些人，不能不示现灭度，这一示现灭度，哎，度了很多人。啊，老师不在了，这想想怎么办？老师以前教的是什么？好好去想想。啊，认真的去学习。能够激发一些人觉悟了，明白了。啊，所以这个示现呢，灭度啊，也是一种帮助众生觉悟的方法。啊，将悟还没有开悟，这一招示现呢，开悟了。啊，我在早年啊，初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老师。啊，大师每一个星期
给我两个小时。啊，星期天我放假去找他。啊，向他老人家请教。三年之后，他老人家往生了，走了。啊，他火化是特别给他造了一个火化炉。啊，那个时候有甘珠火符。啊，在这个火化炉的旁边搭了一个帐篷。啊，我也在帐篷里面住了三天。啊，三天，认真的去思维。老师这三年教了我些什么？我学到了什么？什么？啊，认真去反省呐。如果他老人家常在呀，我们就不会认真去想这个问题了。啊，所以他这一走了，对我是个当头棒喝。啊，好在三年时间虽然不长，我学佛的根基奠定了。啊，以后亲近李老师这个十年，才有这一点成就啊。如果没有那个三年的扎根，啊，在李老师麾下十年，也不可能有成就。啊，所以种种视线的，对我们学习的人来说，学生来讲的话，都有很殊胜的利益。啊，所以这几句话说得好啊。啊，不得之人。啊，不是说他没有德行，不够厚啊，敌不过烦恼习气。啊，不种善根啊。善根是什么？是善业道。十善业道，能生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所以叫善根呐。啊，今天佛法衰，衰在哪里？大家不种善根。啊，无论在家出家了，十善业道没学好，没落实。啊，出家不但要落实十善业，还得要落实沙弥律仪。啊，如果不能落实沙弥律仪，那不是出家人呐，那假的不是真的。啊，贫穷下贱是形容话。啊，什么贫穷啊？道业贫穷啊。戒定慧三业贫穷啊，你没有啊。啊，不是指世间这些财富功用，不是指这个。啊，这是指戒定慧三学。啊，你在这上缺乏太多了，贪着无欲。啊，无欲是财色名食睡。啊，入于意想妄见妄中，啊，成天幻想，我们一般所讲的心浮气躁，若见如来常住不灭，便其骄姿而怀厌怠，不能生难造之想啊。恭敬之心啊，这都是把这个如来要是常住啊，
学生会产生这些错误的观念啊，较慢啊，对于学习呢，逐渐厌怠、懈怠了啊，觉得讨厌了，这些都是从不种善根来的。你追究的根本原因，他没有善根啊，所以这三个根呢非常重要啊。啊，为什么古时候啊，不要说太久了，100年前，一个世纪之前，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都能成就啊，原因在哪里呢？善根深厚啊。啊，对老师真有恭敬心啊，尊师重道，孝顺父母啊，这个根咋得稳呢？啊，现在这个社会看不到了，小孩不孝顺父母，不尊重老师啊，所以现在真正找好老师找不到了。好老师，老师不见了啊，也就是师道没有了。诸位一定要知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道，师道就没有啊。那我们今天想在佛门里头有一点成就这个课程不能不补出来呀！啊，现在讲补习呀，要把这个课程补出来啊，补十善业道。可是十善业道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十善业道还有根。什么是十善业道的根呢？太上感应篇是十善业道的根。太上感应篇还有根啊，什么呢？弟子规是太上感应篇的根。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要从这里学起。那《弟子规》好比建房子第一层楼，《十善业道》是第二层，啊，这个《感应篇》是第二层，《十善业道》是第三层。没有第一层，哪来第二层？啊，你要知道怎么去学法。有了这三层之后，这个出家人再加一个沙弥律仪第四层，然后无论是学儒、学道、学佛，都会有成就。啊，学儒能成圣、成贤；学道啊，能成神、成仙。学佛能成佛，能成菩萨。没根怎么行呢？根太重要了啊！纵然我们今天讲念佛往生净土，那你这个十善业道没有学到的话，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成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决定不能疏忽。他说极乐世界那个里面的人，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什么人到那里？上善呐、啊，这个善就是十善的、啊，上品十善。一般人修上品十善，多半生忉利天。啊，不想出六道轮回的话，生忉利天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标准的条件呢、啊。啊，后面还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修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话多重要啊！你要有善根，你要有福德啊，因缘那缘分是遇到了，你遇到这个经典，遇到这个法门，这是你有因缘啊。善根是什么呢？能信能解。福德是什么？真干啊。这个真干包括这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你要不真干真学，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去不了，这个不能不知道。佛没有骗我们，经上讲的清清楚楚啊，到那个时候去不了，自己要负责任啊。真正是个明理的人，事出世间这些道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才知道任何一个人一生的际遇要自己负责任，都是自作自受啊！啊，不是说上帝来做主的，没那个道理啊！啊，佛菩萨保佑啊，也没这个道理。佛菩萨保佑是佛菩萨教你这些东西，保佑你，你听了，听懂了，你学会了，真照做。这就是佛菩萨保佑你啊！如果不是不肯真正干，你这一生空过了啊！尤其现在灾难很多啊，灾难当中死亡的这些众生啊，我们每天这个道场的修行，我们这里讲经都给他们回向啊。啊，这些人过世了到哪里去了，都是随业流转。这才是真正的大事啊！啊，人生第一难得的第一大事是遇到佛法，遇到之后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这一生能够永脱轮回，不但脱轮回，永脱十法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管是什么品位往生，阿弥陀佛威神本愿威神的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啊，你真想去，你把这三个根扎好啊，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要真正做到啊，然后发心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经上讲的条件我们通通去做了啊，这非常重要
啊，所以世尊这个第八相世现灭度啊，无非是让众生呢生难遭之相啊，恭敬之心呢就起来了。啊，是故如来虽不实灭而现灭度，这已经讲真话。啊，佛有没有灭度？没有啊。啊，这是做出样子给中下根性的人看的。啊，非灭现灭，古云是现。啊，它不是真的。作此示现呢，为度中下疾苦。若是上根，再见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本立生灭，何有涅槃？啊，这就对了。啊，《金刚经》上面讲啊，如来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叫如来。啊，这是真的，这个道理很深，《华严经》上讲的透彻。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跟佛确实没两样，只是我们迷而不觉，还在造罪业。啊，诸佛菩萨了，觉而不迷，他得大自在。啊，确确实实跟我们和光同尘。实际上他一尘不染。是故随智者大师读法华越王品，亲见灵山一会，俨然为善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说释迦牟尼佛灭度了，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灵鹫山讲华严经。啊，智者大师是唐朝时候人，距离释迦牟尼佛1000多年了。啊，你看他在读《法华经》，读到《药王品》啊，他入定了。啊，定中突破了时空的维次，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还听了一座，就听了一堂课，啊，回来出定了，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在灵山《法华经》这一会现在还没散，还在继续讲。啊，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未来啊！啊，有。这个定功就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经典里面所说的，用方东美先生的话说，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现在哲学跟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佛经上全有啊。所以我学佛，老师给我介绍佛经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我那个时候跟他学哲学，我不是跟他学佛法的。啊，他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我学了59年了，现在发现了，不但是最高的哲学，也是最高的科学。啊，今天这个物理学家发现的量子，在佛经里面通通都有。比他说得更清楚，说得更圆满。啊，佛怎么见到的？定中见到的。啊，定中所有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了。亲眼看见的，不需要用仪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